下面请您欣赏群口相声《训徒》，演员者刘九如、孙九香、杨鹤通，有请。你们都喊冤来了是吧？哎，多火呀，主任是吧？哎，我也没想到啊，是，这都是大伙给的面子呀。这个，其实这里边是七对啊。嗯。啊，为什么？后来节目单这个就老有你呢，哎，杨鹤通一下出现在了七队的节目单上，哎，还场场都有我，哎，为什么？穷，你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意识形态，嗯，要不你是九字的呢，是吧？那应该呢。作为我们这种演员来讲呢，就是哎。愿意渡劫是吧？哎，别着急，下周还有呢。据说这个七队是一个深渊是吧？这个比较遗憾的就是没跟二哥演一个黄鹤楼是吧？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申请一下子，后边还有机会。不过我也不爱演了。其实我今天想多聊会儿，但时间不允许。没事，聊您的。别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别，一会儿让贺云哥开快点。没有机会了啊！因为什么呢？现在我已经不怎么演出了啊，就是演完这周之后吧，就今天呢，基本等于是最后一场演出了。是主要负责直播。对，因为一会儿我还得直播呢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这是网红杨胖子啊！现在我呀，就致力于带学员了啊，这不是龙子科也开科了吗？对对对。您主要负责的是大鼓，不是给郭老师招了这么多学员，又给我师娘招了这么多学员。我一看，这都这么优秀的学员，我得连俩呀，嗯，对不对？现在小字儿都这么火，刘晓婷啊，嗯，尚小菊啊，高小贝啊，嗯，是不是都这么火了？我不得连俩学员吗？是是什么意思？教学生了？谁呀？谁乐呢？这回都乐了啊！我跟你说，没有功夫跟你们较劲啊！我告诉你们啊。可是时间挺富裕的，别着急，真是带学生了，教个小徒弟。你哎，你不是你，你先等会儿，你捧哏的，你少说话。哎，好嘞。怎么意思，朋友？这赤裸裸的嘲笑，这是。哎，你听。我刚才你别老说话，包着全让你给我打了啊！带徒弟了，带徒弟别拍我、哎、啊！你以为你我还不要呢？你想要我也得拜你呀、啊哎！除了郭老师这种仁慈的，能把你们这样的骚干零碎都连在一块儿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怎么了？我们真的、哎、真的假的？我那徒弟好极了，是吗？就别说别的啊，我那徒弟长得漂亮，嚯、哦，太漂亮了！那为什么能拜你呢？因为我也漂亮。你看这个形象啊、哦、啊！你看我就缺一条鲤鱼啊！是是是，我姿势我现在都练会了，我都学好了，我就缺一条鲤鱼啊！那旁边那小孩站那边行不行？哎，抓来、哎、抓阄！我徒弟太漂亮，多漂亮啊！漂亮的程度啊！形容一下，我给你形容一下 啊！您说一说，你知道这个你们这儿有一个演员叫张云雷呀、啊？哦，那太知道了，知道不知道？每天我们都见面那个，哎、是是是是。就他长得啊，用你们说，跟我徒弟比，他还不如我徒弟脚后跟呢。就张云雷不如您徒弟脚后跟，哎，这是杨鹤通说的啊，那错不了。这段录下来，我一点也不怕，他已经把我拉黑了。那一会儿你跟这还有一个演员啊，还有谁？郭麒麟，呦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还不如我徒弟那个手腕子呢，这比的都什么地儿啊？这是秦霄贤啊，还不如我徒弟怀子骨呢。这是个什么部位啊？这儿，您脚抬高点，我看看。这高级了，人家这主任就占个灵活。好家伙的，咱这都有基本功。人长这么好看吗？那是，你就咱这个身上，咱带那徒弟能差得了吗？是吗？再说学问。我徒那有学问，还有学问，就外国话啊，会说76国的外国的话。您受累再说一遍，没听懂。就是76国外国的那个语言，他全懂。哪76国呀？你不用打听。不是我问问，啊、跟这儿我给你背一地理图，我值不当的啊。哎，就是会这么多语言，不光外国话啊，
博古通今，哎，懂吗？这成语懂吗？博古通今，刘伯古通今。哦，那我知道了，懂吗？我的明、哎、大概明白这意思。博古通今就是啊，就是历史也知道。历史哪叫四书五经？嗯，中国通史、世界通史全会。真的假的呀？就光相声啊，会8万出。就8万段相声，懂吗？你是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吧？就您这个就是亢奋的这个状态，是您徒弟吗？是我徒弟吗？你看我徒弟就这么优秀啊！哇呀，太棒了！我以为我的徒弟。行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嗯，你不要紧的吧？怎么一徒弟一提你徒弟这么美的哈啊？骄傲，是吗？但是就是应该有一点点小缺点吧。谁呀？你徒弟呀、啊？那是你，是你有缺点。我徒弟凭什么有缺点呢？不是，我徒弟没有缺点。那肯定是有点缺点。没有缺点，是个瞎子。就这路包袱，我要你现在你应该给大家鞠一个躬。我怎么老得鞠躬？废话，这废话，那废话，你徒弟要这么厉害，凭什么拜你呀、啊？技术的魅力。啊，你对了，你看你就不是不是、哎、我有点不老相信。你别老拍我，这怎么捧个演员老拍我呢？你看，不是不是，师哥，咱有什么说什么啊？你不要叫师哥啊，不要叫主任。好嘞好嘞，胖子，咱就说，那个咱是这样啊，您徒弟要真这么优秀，带着呢吗？所以呵，跟着我呀，跟着您，那必须跟着我，我都怕人把他给偷了。好家伙的，您要带来，您给我们就是牵出来让我们瞧瞧。你会说人话吗？就是、你会说人话吗？不是，我那意思就是什么叫牵出来，就弄出来给让我们弄出来呀、啊。就是你给他扒拉出来，我们瞧瞧。给你扒拉出来我，什么叫扒拉出来呀、啊？不是，你看你这人不是怎么给那叫请出来，把我徒弟请出来，对，把你徒弟给请出来。我多大鼻子，我能把他请出来呀、啊？我不是，你这个人耳朵有问题。是您不是说的把他给请出来吗？请出来，对对，把徒弟想看看我徒弟是不是？哎、对了对了，好，让我们得瞻仰瞻仰，仪容啊啊！什么叫瞻仰瞻仰？让我们瞧瞧啊！让你看看没问题、啊。这么有学问，长这么好看，我就没见过长这么好看的人。你想干嘛？让我们瞧瞧啊！是你想干嘛？我瞧完了你想干嘛？我也向人家学习呀、啊。哦，你的意思跟他交流交流？哎，对呀，咱也能聊聊天啊，是是这都没问题。但我提醒你啊啊，怎么着？跟我徒弟交流，你可别拽文。哦，他听不懂。他听不懂啊，怕你不懂。朋友们不了解、啊、这个人叫刘九如啊。啊，是我是我。他原名叫刘伯啊。你说这个干什么？心眼极窄呀、啊、就他那个心眼还没有针鼻大的、哦、你说一会儿跟台上你跟他一拽文、啊、哎你自己呢没听懂、啊、把你撂台上了、啊、你心眼又窄、啊、一会儿到后台、啊、你那个扎那个40楼里你撑死了。对不对？您呀，不如直接说马桶。想半天，这包袱也不响啊，朋友。我怕说马桶，你太有诱惑感。就是你，万一你死了呢？对不对？啊啊啊！哎，好不好？您放心，我死不了、哎、啊。虽然说我这人心眼是窄，嗯、但是咱也不至于。行了，咱也不用说话了啊。找我徒弟哈。好嘞，我给你叫啊。嗯，别尿。您等，您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啊，你宝贝徒弟叫什么？别扭。你不是找别扭吗？我怎么地了？我就找别扭、啊。我徒弟叫别扭。哦，徒弟叫这个名字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哦哦，嗯，我有个小名叫顺溜。别扭，别扭。哎，刚还跟这儿呢。哪儿去了？别扭。这路演员，这路包袱。别扭，哪儿去了我的爸爸呀？什么哪儿呢？这是。哎呀，这就是您说的，这就是您说的，小徒别扭，多亲多近，不是，这就，你不是要跟这干嘛呢？哎，鞠躬，你看看，我们还鞠躬都这么有礼貌，他这么鞠，哎呀，多亲多近，我站这儿也行，不，来来来，多亲多近。哎，这会儿叫哥了，哥啊，你确定他不咬人吗？啊，放心吧，放心吧，这都打了针来的，就这个就比张云雷好看，对，张云雷不如他脚后跟，对，
因为什么？他那脚后跟细着呢。哎呦，真的啊，各位，我不一点都不完。他一笑，我心里毛的很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小图别扭，多亲多近啊。要不要不别转文啊？您站，别转文，您站这边，要不就不，你快聊吧就。哎，我有点害怕。能跟他聊哈？哎，聊，放心吧。那个您好。你们是乐他还是乐我呀？好家伙的。来了，来来呀、啊！好家伙，还真能说话啊！好，正常沟通啊，没问题啊，我看着。哎，跟谁来的呀？跟我师傅来的。哦，跟您师傅来的。谁是你师傅呀？贪。哥，他给你贪了，他给你握了。我是鸡蛋是不是？不是，他说的什么都不懂。宝贝徒弟，行，他说你站着说，他给你贪了，我不敢靠近他。往桌子，哎，什么都不懂，贪知道吗？他字下边加一个心，这字念贪，第三人称单数的尊称，跟您是一样的。他尊重我，他在贪我呢。哦，你他还不贪呢？你我也不用他。干什么来了？优酷录像来了。这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，我也替你开心啊。会几段啊？会三段啊。三段了。行啊，他就是正常沟通没问题哈，但是像他说的这么大能耐，我可不老相信的。我呀跟他拽拽文，我看他听得懂听不懂吗？哼，鬼更了。喝饭啊。漏了，知道吗？漏了缝上，你再问问去，再漏、啊、你再问问去。漏了再缝上他。你快，不是，我问他了，我问他，你先别问他。没事、啊、一样的。我问他去，我问他贵更了啊。他说吃饭了。对，几点了？不吃饭了，8:22你看看，马上8:23，几点还不吃饭？教徒弟就得给人饭吃，没饭吃就别教徒弟，对不对？你这孩子不懂。是我的问题吗？不是，我贵更了。是炸酱面。他说的是炸酱面。对啊，行，是没听清楚啊。我问贵更了。我还是两头蒜啊。行了啊，甭问了，好不好？甭问了，好不好？交流了特别的痛快，是不是？太好了，好，太好了，很好，喜欢你这种知音的。哎，我明白了、啊、怎么样？您徒弟呀啊没什么能耐。谁说的？哎，跟您一样啊，糊涂车子。这叫什么话？白长一身肉。谁说的？哎，我问他啊，贵更了。是，他说吃饭了。对，几点了还不吃饭？吃的炸酱面。我们孩子就爱吃炸酱面。还有蒜呢。对，他都是拿那蒜蘸着酱吃，后吃面，他爱吃着呢。怎么世界怎么安静了？说话呀，怎么不聊了？聊啊。我还聊个屁呀。我那贵更了，那对吗？怎么是吃饭了？吃的炸酱面还有蒜呢。哦，人家问贵更了。我回答的是没有人家啊，回答的是吃饭了。对，吃炸酱面还有蒜。对了，怎么你没睡醒啊？谁没睡醒呢？不是，
你要是知道就跟人聊天的，不知道别跟人聊天去。那吃啊，贵庚了就吃饭了，吃炸酱面还有蒜，你这不胡说吗？这像话吗？您要不知道没事。您先等一等，这话谁说的？你说的？什么我说的？啊？看了吗？您宝贝徒弟说的。他说的。对了。不可能。什么叫不可能啊？不能是他说的。不信您问问去。我徒弟的学问能说这话吗？您不信您问问去，行不行？我再问问，我就问问。您问问去。我问问他也不能够他也。徒弟说的。他还真傲娇。行了，看前边，哎，正是大家，他们愿意欣赏你。行了行了，一会儿给他们露一下脚后跟。行，别肯定了。来了，来啊！你听听，说的就这么不清楚。来啊！你看，意思表达的是明白的。对对对。跟谁来的？跟师傅来了。听听，跟师傅来的。我听见了，谁是你师傅？您，你这个呵呵，你看跟你说他，跟我说您，就这么分得清。行了，到这儿吧。什么到这儿了？往下问呀。差不多了。什么差不多了呀？往后问呀。贵庚了？哦，贵庚了。干什么来了？优酷入校来了。你看，冲这句也结不了了。哎呀。会几段啊？会杀抓啊、哎、就别比划了。你看看，行了，可以了，问的挺好的。往后问呀、啊、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怎么没有这个必要了、啊、非要问一问吗？贵庚了。贵庚了。你吃饭了。对，错了吧，胖子，是我说的吗？您宝贝徒弟说的。你要死啊你。我你才要死呢。我们孩子没听清楚，刚才吃的炸酱咸了。知道吗？是怎么那么咸呢？咸了，刚才吃咸了，把耳朵堵着了。哦，拿耳朵吃的。听清楚，徒弟啊，哎，就别你撅你这嘟嘟唇了啊啊！好，贵庚了？嗯，吃的炸酱面。您听这字眼多清楚，吃的炸酱面，多清楚了。站着，站着，我还得没听清楚。嘿嘿嘿，注意徒弟，看前边有点瘆得慌，把你耳朵里所有的酱都挖出去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好，听清楚，咱们爷们的脸面就在你这一句了，一定听清。徒弟，你贵庚了？哎呦，两头蒜呢。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漏了吧？怎么了？漏了吧？怎么了？什么叫怎么了？不就我们孩子说错了吗？啊，不就说错了？说错怎么了？我们孩子没上到这课呢，知道吗？哦，还没上到这课。那是我们得慢慢教 啊，系统的、慢慢的渗透给他，对不对？哦、我们还没上到这课呢。再说了，人各位朋友花钱买票看，人都没说什么，就你那个舔着个脸往这儿一站，叨叨叨叨叨，你说你算个神马玩意呀？你这。用我们天津话说，你叫嘛玩意儿呢？你说是？您甭批评我，您还聊聊这宝贝儿孩子吧，知道吗？我还没上到这课呢，知道吗？我一上到这课他就行了。那就上到这课能记得住吗？那就对了，你看着看着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徒弟，嗯，你看前面看前面。再有人问你说贵庚了，吃饭了，吃的炸酱面。还就两头蒜，这都不对。哎，听你师傅。哎，再问你说你贵庚了，就是问你呀、啊，洗脚没用？咱们那个脚后跟。我洗脚啊，我天天都洗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干什么干什么啊？不是，你们打我？不是，我揉不揉还手？不是。宝贝儿啊，知道吗？小好，知道吗？甭学这个，知道吗？什么玩意儿，倒霉师傅，啊！我不是说打你，我是得教育教育你。找谁不好啊？啊！您说德云社哪个人不比这货强啊？啊！天天跟人一块直播，人那么红，他行吗？他，啊！你找他，好家伙，这也是糊涂车子。那贵庚了，是问你吃饭吃的炸酱面还有蒜吗？那都不对，也不是你那倒霉师傅说的，还问你洗脚了吗？再有人问你啊，我今天告诉你了。
再有人问你贵庚了，听他的。哎，就是问你妈改嫁没有。没有吧。像话，我妈没改嫁，好像你师娘改嫁。你就别质疑了，就真没有。像话吗？你知道告我们还不知道，别告我们孩子。不是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叫开玩笑呢吗？刚才啊，我跟你开一个玩笑图啊，没有能耐能教徒弟吗？再有人问你贵庚了，什么吃饭了，吃炸酱面就两头蒜，还有像他说的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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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妈改嫁没有？没有啊。谁问你了？一概不对。那是问你啊，多大了？这是你又明白了，这是正根，你又明白了，你又这就是开玩笑呢。孩子，你多大了？我多大了？哎，我不知道。我启发启发你啊。去年你17，今年多大了？16啊。好，罐里养王八，越活越抽抽，你看见了吗？采访吧。去年17，今年你18。哦，18。哎，18属什么的？属驴。属驴。嗓门倒像，你知道吗？那16个属性里有驴吗？你等会儿，十几个？24个。死不死？12个属性里它没有驴。没有驴。哎，你属大马。我属大马。哎，多大了？18。属什么的？大马。会了，就领悟力就这么强，就这么强，会一变零，就这么好。我现在能跟他沟通了吗？随便聊，准行了吗？哎，好，记得住了，哎，没问题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再跟他聊聊。哎哎，确实远一点比较安全。哎，宝贝的徒弟，看习惯了就不慎的慌了，知道吗？有点可爱了。多大了？18。属什么呢？大马。嘿，还真行。那是说啊，一变零。哎呦，还真行。你这个多大了？18。属什么？大马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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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他18。18马。18。大马。18。大马。大马。行了，知道，好，行了，别擦了，你还别说，这是个玩意儿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挺好，不高兴，你再给他玩死，你掐这个玩没电了，你没看没？没电充上呗，真是有像话吗？有点意思，这徒弟啊，什么意思？这，咱们俩聊会儿天得了。我现在也不愿意跟你聊。怎么不愿意聊？你什么人呢？你我们哥俩关系不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他就心眼小，他在北京啊，离得也近。那天上公园了，哎呦，看见他们家老爷子了。哦，哎呦，老爷子鹤发童颜，哎，比较少气。哎，对了，我还看见了，说这是哪像这么大岁数的人？哎，对了，说正格的啊。老爷子贵庚了？你说我爸爸啊，18。问你了吗？问你了吗？他问的是我爸爸啊。哎哎哎，好徒弟，那是你爷爷。哎，你节骨眼多好啊！你说这，我可就闭嘴，从现在开始不许说话了。问题在你身上，我这怎么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废话哦，问老人有问贵庚的吗？贵庚的呀。问老人你得问高寿。哟，那是咱的问题。哎，那我再重新问一遍啊，说正格的啊，嗯，这个老爷子高寿了？18。不是，老爷子也18。去，60。哦，您爸爸60岁了。60了。哟，60岁今年，那是属什么的？你说我爸爸，嗯，大马。怎么又有你？怎么？你看看他乐的，你看看。从现在开始不许说话了啊！要有人问你说你怎么不说话，往你师傅这儿补。你说我师傅不让我说的，哪怕我过来问你你怎么不说话，拿大馒头堵我嘴，说你不让我说话的，记住没有？啊呸！老有这个呢！一巴掌我给你卸菲律宾去！行，你也没那个。乐乐，快乐！你看孩子委屈的跟包子似的，你这
行了，别理他了。不是孩子不懂事，咱哥俩正说着呢。老爷子属什么呢？属，你甭管老爷子属什么了，反正。哎呀，这还咱俩聊。哎，那天看见老爷子了，咱得打个招呼。应该说。哎，对了，是。等到老爷子跟前，我还说呢。嗯。老爷子，您干嘛去呀？我爸爸说什么？没说话。哎嗨，耳音沉了，没注意。你大点声。哦，我大点声。嗯。哎呦，我过去。我说老爷子，您上哪儿啊？我爸爸说什么？没理我呀。哎呀，上岁数耳音沉了，您过去惊动惊动。我惊动他吧。我过去，我啪，我就跟他来，我就是表演一下子。多可气！当时轻轻这么一活络、是是是。哎，我说老爷子，您上哪儿啊？我爸爸说什么？没理我呀。正隔着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？你不让我说话呀、啊。这世界很酷。